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哈，这里有七个圈圈哈，排成这个样子。然后在一直线上哈，有三个圈圈的，这三个圈圈加起来，数字加起来，跟这个三个圈圈数字加起来，跟这三个圈圈数字加起来都一样。那么他问哈 ，x 跟 y 分别是多少？他是怎么做啊？这三个圈圈加起来跟这三个圈圈加起来一样嘛？也就是说哈，扣掉这个嘛，就是说哈，这个是负三 y 哈，加七，啊加上负六 y， 负六 x， 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，五加七加十一，五加七加十一啊。那中间这个7就可以消掉了嘛，那也就是说哈，这是负 6x， 哦，我把 x 摆前面 ，y 摆后面，减 3y 哈，这个是这两个相加哈，等于这两个相加了，就等于16。好，啊，同样道理啊哈，同样道理的话哈，这两个相加的话也是等于这两个相加了，哦，就 2x 哈，加上 3y 哈。也是多少？也是等于啊，这两个相加也是等于这两个相加，这两个相加也是16嘛。那我现在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这个是0呢，加起来这是负 4x， 这个是等于多少？加起来，这是32，好，这414 4832，也就 x 哈等于多少呢？这有负号啊，负。两边乘以负一嘛，所以这是负八，把一个等于负八，那负八带回去，带回去以后的话呢，这个就是3y 了哈，等于16嘛，啊减掉多少呢？两倍的负八，啊这个多少？2816嘛，所以加起来32，所以 y 等于多少 ？y 等于32/32。所以呢 ，x 等于负八 ，y 等于32。